一个世纪的计量，也是一个考试卷的满分啊。对于公馆国小来讲，也是一个圆满期待的一个心情哦，因为我们四月一号就是百周年校庆。那学校呢，在农田、水郡以及太平洋的环视之下呢，有优良的校风，孕育出人文荟萃的一个气息。那我们也常常举办运动的一个竞赛哦，让小朋友的品格教育也得到德智体群美的一个健全人格的培育哦。那百周年校庆。利用这个机会，让小朋友在运动场上的竞技呢，拉到我们的一个水郡，然后体验出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自然美哈。那小朋友也非常的用心，他已经做好非常好的准备哈。